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姑。然后现在我要教大家如何制作那个影片的信息卡。首先，先点击你要弄的那个视频，然后再点击视频管理器。诶，不用啊，算了。下面就可以点击哦。编制视频，点击进去编制视频。然后呢，那个这边最后一个有点击信息卡，然后按那个添加卡片，诶，先添加过啊，因为之前录到一半就出了点问题，所以就退出啊，重录啊，呵呵，倒霉。然后这边可以投票啊，投票你可以问你要问的问题，然后给他们两个选项，也可以加其他选项，因为刚刚加过，所以算了吧。比如说我放这个案好吗？然后你可以选项一好，然后选项二写不好，这样子，以此类推。然后如果你要给他们推荐影片的话，按这个。然后选择你要给他们的那个影片，然后你们点了过后一定要按创建卡片，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按，所以我等了老半天都没有好，蠢材，对，超蠢的。可是我要取消，然后，频道介绍其他频道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来介绍其他频道，明天特别感谢喵山订阅喵山，OK，就这样。之前我试过哦，放自己的那个 YouTube 连接，然后他讲不可以。OK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就完成了，他会已经自己自动帮你完保存了。OK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赞哦。想要去追踪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影片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很废的影片就对了。